就是稍微吵了一些些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是稍微的吵了一些些，而且它有另外一个，就是稍微的，就是稍微大声了一些些。就因为风扇比较大声，而且它，就因为风扇比较大声，所以风扇噪音就是这一盏灯的唯一缺点，而且它，所以风扇噪音成为了这一盏超优质补光灯的唯一缺点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改装我们的补光灯啦。我们买了一个神奇的冰风扇，那我发现它里面的风扇跟我们电脑的风扇一模一样，而且接头是三 pin 的，就是固定风速的风扇，所以你随便买一个更好的风扇才2块钱美金而已之类的，就超便宜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改装我们的风扇啊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所以唯一的缺点，所以这么优质，所以超越爱图仕的 App，所以超越 Aputure 的补光灯。唯一的缺，所以这一盏超越爱，所以这一盏超越 Aputure 的补光灯，所以这一盏超越 Aputure 的补光灯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风扇噪音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来改装一下我们的风扇部分。那因为我已经发现它里面的风扇跟我们电脑的风扇12mm 是一模一样，而且它是刚好是用那个电脑的三 pin 接头，就完全就是电脑配件啊。所以，这一盏超优质。那这一盏超越 Aputure，那这一盏超越 Aputure，然后 CP 值破表的补光灯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风扇啦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改装我们的风扇部分，让它升级，让它的风扇变得更安静。因为我发现里面的风扇刚好就是电脑的12mm 的风，120mm 的风扇，12公分的风扇啦。然后它的插头是刚好是三 pin 的电脑插头，就是固定风速的电脑插头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更换啊。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超便宜的，大概3块钱美金的一个风扇。我们今天就要来拆灯，来改装一下啦。